回我先生家那天还没到 Rouen 就开始塞车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转用 WC West Coast Expressway。一路上都没什么车。到了 Paken Tendrunk 就很塞，塞差不多半个小时。过后一路上都很顺畅，风景很美。前面的山脉不知是 Ben Jerin Bintang 还是 Ben Jerin Caledon。今天的天气下着细细的雨，山上都是雾水，风景真是很美。回家时也会用这条 highway。 谢谢观看我的视频 Terima kasih。